据台湾《中国时报》及时消息，拥有混血美艳外形的 Angelababy 自出道以来整容流言不断，近来网上又流传疑似她整容的一组截图。截图中 Angelababy 在阳光的照射下，鼻梁竟呈现半透明的模样，引发网友热议。鼻梁处竟在阳光照射下会呈现半透明，网友忍不住吐槽鼻子做得挺好的，但还是能看到填充物处的透明。但粉丝认为是恶意攻击，你们眼睛是瞎了吗？那明明是在发光，哪里又透光了？但有经验的网友则反击，阳光或者特别亮的灯罩都会透光，我鼻子就是这样。 Angelababy 鼻梁透光的照片在微博引发热议，但有不少网友认为人红是非多，照片应该是经过修图。而他的亲密爱人黄晓明先前也曾替他辟谣，说实话，大家老说他整容什么，那是大家没看到他平常的样子。我又不是笨蛋，我肯定知道他没整容，他有时候没化妆真的挺像他那些很丑的照片。